到了，老大，那我们这靠我干嘛？扶着。我去，你这临阵前杀对方主帅呀，老大。要不把他放在这儿吧。去卫生间。慢点，小心点。 出去，你有事叫我。 今天晚上喝的真痛快。你说我们多长时间没什么大会会了？你知不知道这10年来，我多想像今天这样和你痛痛快快的喝一场？每次不管我开心。 我难过，亦或者是我们打赢了比赛，我都希望你可以在身边给你分享我的喜悦。可是你呢？你人呢？你像个孙子一样给我躲了起来，我没躲。那年我在多大呀？我稀里糊涂的我就当爸了，当爸了你明白吗？啊！我不想拖累你们。 潘长言，你是要走向世界舞台的人，要走向世界舞台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把我们抛弃了，我们就能登上顶峰吗？王浩，我告诉你，不管我们飞得多高，不管我们飞得多远，我永远希望你是支持我们的那股风。 是吧？喝多了，两个人要了一箱啤酒，至少喝了20瓶，外加2瓶半的白酒。现在韩商言陪着 solo 在里面呢，不让别人进去。我知道。
他打电话叫我来的，你不用担心，他们很能喝的。韩商言跟我说 ，Solo 的酒量很差的。他骗人的，你不知道吗？骗我？他最喜欢骗人了，你还没琢磨透他。那我先进去了。他们俩在里面谈话呢，不让别人进。别担心。行了，先出来擦擦吧。快点，愣着干嘛？拿着。我们拿的第一个冠军在北京，最后一个也是。韩商言，对不起，这是我这些年来对你最想说的一句话，对不起。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说出口了。当年在你事业最巅峰的时期，我们拖累了你，如果不是我们的话，你会走得更远。都是因为我，爱情，全是我的错。寒夜里看雪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，我飘远方。风雨里追赶，雾里分不清影踪，天空还在。Solo，你在我心目中也永远是最棒的队长。多少次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，一刹那，我有所失的感觉，不知不觉。韩少爷，老韩 ，Solo。你们俩住的也太奢侈了吧！啊，这么大的房间，咱们几个人一起住都够了。怎么样，冠军啊，就要有个冠军的配置，去里面看看。这么大的床，我们五个人都能滚来滚去了。是吧？来吧。你给我滚，老韩，你秀一秀。去那边看看，还有惊喜。真的？嗯。我还有厨房，可以做饭啊！哎，晚上我就给你们做饭。你们看我拿了什么嘛？噔噔噔噔。红枝啊，嗯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酒店的价格好像比外面要贵。是啊。能有多贵呀？20块钱一瓶，这么贵？我们是冠军啊，别省着，我请。不行。等一下，我们三个人喝一瓶，让我算一下啊，这样呢就是每个人不到7块钱，合适。来吧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，你们说。为什么这个果汁比外边的好喝呢？是不是因为它贵啊？那是你的心理作用。等我们拿到全国总冠军，我买一箱送到你房间，而且我们还要拿下这个果汁的全国代言人，想喝多少喝多少。没错，等我们拿了全国冠军，甭说这果汁代言了，衣服、裤子、鞋，想代言什么都行，是不是？为老韩的代言干杯！来。放纵爱自由，别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。
小孩进来了。说正经的，韩少言，明天你可别掉链子啊！我们的队伍不是那么好赢的。口气真大，真以为 SP 战无不胜？等着瞧呗。拭目以待。